大家好，现在要准备做饭吃了啊，先煮点饭。今天就做一个鱼火锅，来看一下，黄骨鱼。这个鱼也是阿杰的最爱，他比较爱吃。这里收拾一下，之前呢，这个地方到处堆的那些箱子，还有那些地方，自己也看不过去了。今天来把这里收拾一下，摆一下，家里面乱糟糟的。这样摆一下好看多了，我怎么感觉我们家现在成了一个零食铺了，基本上都是吃的啊，这些东西，这东西好吃又便宜，问题是我们自己爱吃。这样摆一下看上去宽敞多了，现在把地拖一下。服务员，哎，你在这放哪里？我来煮啊。不用，我来做。可以吧？你做的菜肯定可以啊。好不好吃？好吃。那炒饭也可以啊。不是。这是做火锅是吗？黄骨鱼火锅。黄骨鱼火锅。嗯，怎么样？可以。可以吧？可以。鱼火锅里面你喜欢吃什么样的配菜？都可以，只要你做的我都爱吃。我就搞个藤蒿，还搞点香菜放里面，怎么样？嗯，可以可以可以。不好吃不要嫌弃啊。怎么可能嫌弃呢？小火煎，那看着不能大火，看上去很美味。我还没开始做好嘞，呵呵，这个美味。我来帮你洗菜啊，把水倒进去，多倒进去，因为是做火锅汤。倒点蚝油，放点盐，放点辣椒，再放点剁辣椒，然后让它煮开就可以了。来了来了来了！阿杰，阿杰哥！哎呦，老弟老弟老弟！哎，有几天不见了，好像又变帅了。哎，妹妹。哎。来了来了，自己家里还吃什么东西啊？那还是得送。快点坐，快点坐。宇文。你叫什么？宇文。妹妹。
爷，弟弟妹妹都不来了。我弟在外面抹凉都不要看护林呢。叫女王。叫我呀。我就是你的女王。那首歌不是这样子吗？姐就是女王，她的哪首歌？姐就是女王，自信那么猛，想来你就来，为我上光。对对对对对。坐。来，我给你倒水喝啊。嗯。哦，你姐姐今天做了好菜，等一下咱们好好吃一顿。有火锅，还有炒菜。你不是一直说你姐姐做菜好吃吗？要不要？我不要，坐会儿吧。等一下再去弄吧。那我量一个炖汤啊。坐会儿。小伙子，啊，女王，今天是不是想要我帮你做点什么呀？不需要。你今天态度这么好，平时都是你姐今天改口了。不是说今天是姐夫的生日吗？所以我和妹妹不，小姐姐女王特意跑过来，跑过来给姐夫过生日。谢谢了啊，谢谢弟弟妹妹。特意过来过生日的呀。没有其他的吗？姐夫，我祝你前途似锦，天天开心，天天幸福，跟我姐姐好日子天天过，一定要幸福，以后不要吵架了。像你，对，宇王，像你就是得下线就生气就离家出走，这像什么话嘞？你在教育你女王啊？你在教我做事？没有，就是，以后嘛，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吵架了。知道没有？知道了。我老弟还是懂事啊。对。好了，我跟你姐姐两个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幸福下去的啊。放心。对。就是我姐姐刚刚打电话告诉我嘛，就是你今天生日，然后我和我弟弟就过来给你过一下生日，顺便想跟我姐姐说几句话嘛，就提几话，就不要动不动就离家出走，是不是啊？就两个人在一起一定要好好过日子，对吧？对，就不要动不动小孩子脾气啊。什么都不用。过日子就是要好好过嘛，难免有什么过不去的。都可以好好说开的啊。知道了。以后就别这样子了。弟弟啊，妹妹也放心啊。然后你姐姐回来也跟我说好了。前面呢，之前呢，确实是有一些各方面的原因，我们也知道大概啊。她的压力很大，现在她也想通了，以后不会了。她自己也表态了，嫁我为例。你看到、弟弟妹妹他们这么小就在为我们的事情操心，就说以后真的不用这样子了啊。知道了。我现在你头要有个地要钻进去。没有。我弟这么小，我妹比我小这么多，让他们来。以后我们好好的就好了吧。这一次觉得还是太冲动了，真的下不为例。真的怪难受的，心里还是怪内疚的。好吧。那你们担心了啊？没事了，下不为例了。下不为例。那弟弟妹妹你们再坐会儿啊。好，我们去做饭。好，坐会儿。那我就帮忙了。都是东西，你们自己拿啊，自己拿吃的很多。那里有橙子啊，什么苹果那些，我去给你们拿。好，不用客气。